散播假消息好可怕，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。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，还附上消毒照片，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，越闹越大，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，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，大家避之唯恐不及。后来结果怎么样？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，也没确诊啊。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，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，只是转传，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，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。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，不追究。这是真实案例，要告诉您，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，一定要聪明辨别。记得一，眼见不一定为真；二，分享前再想一下；三，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。记得一，眼见不一定为真；二，分享前再想一下；三，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讲两遍。要记得，欧中家集团关心您。